艾特朋友给你画个草莓熊，先添个深色背景，一个大半圆，一个暗，两个小半圆，填充。新建一个图层，一个椭圆，两个半圆，填充。一个圆润的三角，两个扭动的毛毛虫，一个圆再一个小一点的圆，点个高光。复制一个眼睛移动位置，弧线画上嘴巴，椭圆画腮红，在背景上面新建图层，刷一点亮一点的颜色，围绕熊熊边缘写几个字，就像我这样，内容大家自由发挥，加一些小星星装饰一下，真的非常简单。有不懂的地方欢迎大家提问，这里我又加了一些亮晶晶的星星，流星尾巴用橡皮擦一下会更自然，最后画出星星照亮的亮面，真的非常简单，你也来试试看吧。